素食美学班制作的茶点色香味俱全，热情的拍手欢迎团康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在慈济东区会所举办的岁末感恩志工联谊会，各班拿出一手绝活，有如成果发表会。大家齐聚在温暖大家的心，那我们真的衷心的感恩哦，大家志工菩萨们哦，整年度来的一个付出。志玄文教基金会在社区推广终身学习教育，平时有很多慈济志工投入参与。慈济的志工在课堂当中服务，那成为呢老师跟学员当中的一个桥梁，那同时呢也在他们的身形、他们的谈吐当中，无形当中在传达一个慈济的理念。在这个岁末的时候，能够大家能够放松啊，那好好为明年呢走更长的路。人情敦厚一家亲，启发善念，快乐学习，生活智慧不远求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柯玲兰、王柱明台北报道。